啊，不是。二马。二马的话，我前期可能要猥琐，带这个东西，很烦的。不跟他玩啊！躲草丛。我三级之前先不跟他打。拜拜。躲起来。这个兵不吃。我换一个草，无所谓，走位。哎呀，没事，你点无所谓。哎呀，你加钱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哎。你别过分啊！过分我就劈你。我，你吃，你再吃，你还吃，你恐怕不怕我开疾跑吧？你吃，哦行，哦你再吃行，没事你再吃啊，你吃没事，你点啊，你点，啊你继续，行，偷我加钱啊，有套路，就玩一手自爆流，对吧？不打钱行。地皮，啊，没事，没眼吧？啊，爹，没事。烦得很，这个打法烦得很。呼叫一波打野，打野不在。他跑得快，又有闪现，我不好搞他。哦，他去支援了。这波他打不过狼人，我来了，打不过，很好，完美，很棒，打野很强，我靠，离得有点远，你真的是。就欺负我短手啊，没事，不行，我把这波线吃了。你慢慢烧，你慢慢烧，等会一波把你劈死。这个人他不打钱，他就跟我硬烧。没关系，我这一波我要开疾跑秒他了，我来个鞋子，他这一波再上来烧我，我就开疾跑，一波把他打死。他刚才闪没交，他回家了，他这个套路基本上就是。骚扰啊，不打钱，骚扰我，他利用他的那个东西打钱，偷钱，他不让我打钱，他不需要补刀，他钱也很多，但是没用，因为我只要把他杀一次，他就完蛋。打野是大虫子，我卡他一波线，不合适，没事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哎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我等会我回家一波，这波不跟你打啊，你也打不死我，你也打不死我，你打不死我。把你，把你杀不掉我，不要逼我翻脸啊！你不要逼我翻脸，翻脸外圈刮怎么没刮到？我马上六了，流血把你流死！哎，实得很，这个人就出屌三搞来搞去，当我没脾气。不吃了吧？
他这波一死他就 GG， 他就崩了，跟你说。感谢神文的飞机，谢谢。我第一件装备给他出个鞋子。我看你这把烧，这波他没闪，我有疾跑。他只要开提速上来锁我，我就开疾跑秒他。我有大了，像这种上单是最恶心的，对吧？他老是掏你，他老是掏你，你追他还不好追。但我出了鞋子了，他应该是去插眼了，他插了个眼，我等这波先过来。这种打法，力持 A。A 接 W 接 A 十接 A A 一刀斩十，哎，你在这出屌三，一波把你秒掉，这最烦这个人，这种打法是最烦。他不跟你打钱，他就使劲骚扰你。但我鞋子白出的，哦。这一波塔皮回家，我看你这波怎么玩。下一波没急跑，但没关系，我现在很肥了。好，回家，拜拜，拜拜！我现在比你高两等，我看你怎么办啊？你追追，没事。感谢俄罗斯大流氓的飞机。好，我们第一件装备的话选择三下，先来个小木锤，这个东西还是要出的啊，加移速，我 Q 起手能加移速，直接顶个护盾打钱啊。他没有补刀，你看他只有四刀啊，他只有四刀，但他钱还是很多，他不打钱，但是他死了两次了，他没法玩了呀，死了两次被我逮到就死了。他现在这个小身板扛不住的，他只要上来骚扰我，我就立直 A 接卡位接 A 接 W 接 A 锁我，锁我外圈刮没刮中，我鞋子不是白出的，鞋子不是白出的，哎，你骚扰我，不骚了。这个是最烦这个人。我现在烧不起来了，很好，对不起，成功化解。大皮好像吃不了，直接反手吃 A 接 A 接 W 接外圈刮拉开，移速超快，再上再皮再，你再皮，你他就外圈刮再皮，啊，你再皮再上。再上再外圈刮再直啊，再外圈刮再直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怎么来了呀？我，吸口血，我靠，他怎么来了呀？中路前不打啊，他跑到上路了。哦，这波我是没双招，真的是没双招，给他抓了一个机会，很好，换掉，都得死，不亏。这个亚索莫名其妙跑到上路来一波，啊，你下波来两个全部劈死，这波我是有双招的，有大招，有大招，有双招。我看你这波怎么办？但我没招，杀了我一波。啊，你这波上来我一打二，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我吃塔皮过塔，
换路了，听说你换路，听说你换路，交闪，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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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回家一波，这波不搞他，下一波好吧？哎，我不回有果子，他们两个换路。但你亚索跟我打，你肯定打不了。你跟我一个，你再戳啊！你这波再戳，再戳就是一个拉，外圈刮。哎，你还能打得过我？我都不信了，我都不信了，我都不信了，你，我都不信了啊！我败肉诺手这么肉，你跟我打，都不知道你怎么打，是吧？他大招他也没点燃，他上波把双招交了。哦，这个塔皮再吃一层回家。他们现在换线没用了。行，我回家，我这波不着急，再回家一波，单向差一点，单向还叫出，单向还叫出，好，走了，单向了。他现在要输出没输出，要肉也肉不住啊！随便打他，不管是比持续还是比一波，他都打不过。他只是会灵活一点，但是他的灵活没用，毕竟他是短手。啊，开始游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发现上路不好混，又跑到中路去了。反正我就在上路，对吧？来谁杀谁。我已经三线。把这个一血塔拿了，他们两个一起去中了。上路不要了。行，那我推。450块，现在超肥，我来中搞一波，这一波有闪有大，他们最少死一个，最少死一个，可能会被我连续两斩劈死。哎。人图没拿到，哎呦，这样不 ？OK， 走了，继续上路发育。这波大虫子要打蓝，他再肉也经不住我的打啊！我只要触发血怒，来一个光速血怒 ，A 接 W 接外圈刮接 A， 接 A， 接 A。拉 AJW， 没事，你跑不了啊！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你跑不了啊！他太弱了，我要交双招。好，把他这个蓝吃了。哇，气得一，气得一，气得气得，他就那个一走位。我气得耶！你不把蓝 buff 交出来，哇！闪现 Q， 更好的血量，流血流死，完美。抢我 buff， 关键是他抢到了，你知道吧？
我现在上路一霸，没人敢来。走了，不回家。那亚索以为我回家，这波钱我不打，这亚索出来肯定要打这波钱。哎，串没事，串外旋刮没刮到，拜拜。还不跟我打，算了，我走了。他没插眼，他没插眼，我给他打远程病。好，这波你怎么说？好，外旋刮 A 接 A 接 W， 不要在塔下被他一刀劈死啊！大招出不来，哎，我先出大。他正准备过来一个考利亚开洞，对不起。走起刀落，猪死一刀斩，比你手快。再来一波，回刚。我现在在上路没人管。不落三千块。我们来一个板甲，下一件装备来出血手，可以，我们狗头也起来了，这狗头也十三级了。亚索最讨厌的就是亚索这个角色，飞来飞去，认头小青年玩他是最讨厌的。你在这回城给我逮到，哎，逮到了，你往哪跑啊？你要么送塔要么死，你选一个，跑车肯定跑不了，兄弟，走位你还能跑了，我的移速连跑了，你还能跑了，我都不信了，你能在我手上跑了，那我真的是可以一头战死了啊。你绕没事，你绕慢慢绕，捞哦，捞得满都，攻塔成功，我的二塔拆了，拆完之后去他下路，但是我在去下路之前，这个亚索我要杀他一波，他正好复活，一血前耻，而且我是塔下斩杀，不跟他逼逼，不跟你逼逼，你跑，第一跑，第一跑啊！不跟你多逼逼。很舒服，猪死一刀斩，很霸气。绕来绕去这个东西是最烦的。我们来一个这个东西，好下去，推他下路两个塔。来，你们搞大龙，你们搞大龙，下路我来推，要不你推下，我去搞大龙。来，这波我有闪，中路这波可以打，我现在很肉，输出也很高。好，可以打，别怕，先出发血怒再说。 A 接 W 拉没关系，劈死，我没大啊，我的拉马上好，
拉好了，没大，不着急，先打他这个 AJW 外圈刮接 A 他血怒 AJW 接外圈刮接 A 接 A 一刀斩，然后就吸血一刀斩，这个东西都得死，舒服。好 ，OK， 旁边。猪死一刀斩，行了，把他这个塔推了，我回家了。这塔推了。现在我的战斗力能够一打三，很轻松，十六级了，一打四，血手不够，差一点，回家一波，直接大龙，哎，吃，把龙收掉，收掉。等一下，我的队友，把这个龙收了，龙不收不好上高地。我回家再做个血手。哦呦，这么多人呢！哦，来上，我欣赏你们回来。没事，我很弱的，疾跑一开，没事，给你接大，你打没关系的，我溜了。啊，打不死我，没用的。我回家来个血手，这一波可以说是1v5，但可惜差了一个收割的机会。可以，打了一个军师，我没死，往我这跑。往我这走不了了，三杀，听说你三杀，这波你敢不敢做视野？应该是要做视野，没做那回家了。我这边他在回城，逮到，你往哪跑？拽出来 AJW， 这个细节嘛不谈啊。AJ， 你迟，你以为我打不过你是吧？你以为我？打不过你，又来一个，行，不亏，这波不亏，把他打死了，把这两个都杀了。我们下一件装备，看一下啊，下一件装备的话，我们给他来一个攻速。我觉得我现在的抗打能力够了，如果求稳的话复活甲，但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稳。我3500滴血加血手，哎，我们吃这个，直接来个绿叉，绿叉，不太好，算了，还是出冷却吧。冷却还没丢到40，不能了。这波我不在呀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打呢？他们毕竟有个大虫子，完了。好，行，不怕，只要我到1v4是可以的，可以打。外圈刮，一打我可以打，来帮忙。算了。啊，队友打得有点膨胀，我打的也膨胀，一打五不好打，他们控制有点多，不能浪，有点浪，不能浪，不是我浪，我队友跑去浪了，我不在，他们以为可以打得过，知道吧？实际上是打不过的，他们大同志现在很弱，
感谢老马抱抱的飞机，真的别浪啊，真的别浪，太浪不好。团战他们绝对打不过，狗头前面顶一波，我再上去全部收掉。我现在16级，这波有双招，他们这波应该会很惨，这波团战应该是被我们全部劈死，看能劈几个。我觉得最少是三杀，三杀跑不了。最少三杀，来，团战搞起来，狗头。准备，外面可以打，他们打不过。来，好，到了一，你怎么跟我打？一，这边加不要，这边就捞我，我又过来，第一吃了第一波伤害，变成了个炮灰。主要人不齐这波，但是他们打不过，捞的一追着我打，对吧？你们打不过的呀。这波所有招都放了，但是我死不了。他们龙 buff 没了 ，OK， 来吃龙吧。我等一下，我队友不来，所以我等他们一下。他们可能有点慢啊，比较散漫。行，高地拆了，我去吃个蓝四十 CT。 停住了，打不打，下一波，下一波，别了。下一波，来，我跟狗头手够了，狗头你先顶，我第二手，你有梦恐怕不知道，狗头你上来，别怕，你上，你不上，那我也不上了啊，我也不上了。我的 OB 上干他，我在后面，你怕什么东西？我给他全部收掉。我打个绿甲，一个高地塔没死。等一下，别，我血量有点少，我来抽个绿甲。这波我不做炮灰了，因为我要收割，我是收割机器。如果我来去勾引吸收伤害的话，队友的输出不是很够。必须要来一个三杀四杀，来到一个队，你GG了呀，你GG了呀，你GG了呀，啊，这你就GG了呀，随便砍，哦，打一个。回家，不浪，啊，不跟你们浪，跟队友抱团去。我把绿甲出了，哎，辅助，怎么说？人家不动，放技能不出来是几个意思？快点！哎，这辅助在干嘛？他在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
这一波可以打反打，我在。哎，我们这辅助怎么回事？没事。好，拉一波外圈刮人呢。你们猜，你们猜，你们猜啊！你们追，你们追，好吧？家没了，家都没了呀！不追了吧？追我！咦，你这个是什么情况？他们为了杀我家都不要了。哎，你死了也无所谓了，我们大龙吧。他两路高地掉了，出不来了，找一个辅助。哎，这个辅助是为什么？他怎么了？吵架了？这把你爹不想赢了，你不配，什么情况？估计跟人吵架了，我看看。是吃多了？畜生一样的东西，你脑子装的是屎？哎，他在跟谁吵架？没有人跟他吵架呀。先杀翠士，他 Q 两个，两秒一个，很烦人。嗯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他与谁发生了矛盾？搞不清楚。但没关系，这把即使他不出来，我们四个人应该也可以赢。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吃大龙了。哇，大龙没了，我靠！我去把他们打断，打断他很重要。走位，炸弧 Q， 外圈刮，反手拉 A 接 W 接外圈刮接 A。接 A 一刀斩 ，W 接外圈刮 A， 拉 A 接 W 接一刀斩，接一刀斩逆子。哎，怎么不推了？没兵线了吗？轻轻松松，三个人我是不惧的啊，我是不惧的，随便杀。外圈刮。再来个蓝 buff， OK， 来他个水银系带，让他们不好控我，又掉了两路高地。来上路怎么说？看一下啊，2100，把这个龙吃了。对，风龙很重要。不是了，很重要。马甲很重要啊，加移速。等一下，我们 ADC。OK。他们 AD 有复活甲，很好杀。来，上路集合。虽然我们少人，但可以打。没事，不亏。我这波勾引他，拆一个高地。好 ，OK。行，正好等他们龙 buff 消失，三路高地掉了，出不来的，出不来，很随意。好，偷他家去了，哎，就把他家偷了，这还敢出来？推土机。啊，对了。
行。杀不掉，你的伤害不够。哎呀，完了，有眼，但应该问题不大。没事，没事，无所谓。他们出不来，啊，出不来。这个你猜不了，我在。你只要猜这个，你是必死。现在这个亚索看得我非常的害怕。好，差50块，我来一个三郎。等一下啊，水银系带出了，水银弯刀出了，我们抱团推波下，他们大龙也没了，3700，锤石现在也很弱，这个大坦克 ，OK， 就来抱团，搞一波，看我怎么收割，要狗头先上，这狗头有点害怕。就是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很虎，我虎的一。这个亚索如果能把他杀掉的话，我们就等于是4v4。我看看有没有戏，没有绝度，逮到，逮到兄弟，啊，地往哪，地往哪跑，往哪跑，往哪跑，一刀斩劈死，赶快中路搞一波4v4。快快快快快！他们还敢出来？家是不想要了。这波有闪，好的，带到了。我有闪的，不用管，直接推。哎，直接推，很好，带到。拉他，你拉我没事。水银解开 A 接 W 接外圈刮，触发血怒先，再拉没关系。A 接 W， 刮不了。不，并不是很好打、啊。飞手枪，外圈刮，拉开，跑路，拉开，走位，走位，再走横向，再走，再走，拉。进 AJW， 没拆掉，我靠，差一点点，完、啊，伤害很高。一起打那个残疾人，好的，问题不大。现在已经大后期了啊。搞一个人的话，这个的确会比较的难。他们都起来了，大龙已丢。我们3500块，500块钱太少，钱不够，够了，我说个这个，吸，疯狂吸。我马上复活，等我！别！完了，狗头被秒了。好、哦，去偷他家，好像来不及，他们有那个，他们有大龙 buff， 回城很快。我过来骚扰一波，我来把他们打断。好，打断了。怪圈刮，好，不亏。打断了，拆呀！哎，你一个人咋不拆？他还打不死你，来不及了。你那这个慢了一点，看看差不多。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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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抠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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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，你抠抠基地，别抠人了，别急。感觉好像要被一波，
好像又被一波。快走回塔下，你这个追不死，感觉一榔头差不多。有没有第二个闪现？一榔头漂亮，很好，死了个 AD， 交给我吧，全部过来，外圈刮别动，拉我没用，上 W 接外圈刮拉回来，没拉中无所谓，没关系，外圈刮 AW 接拉，跑得快，先回波血，马上就到，外圈刮一刀斩拉过来 ，A 接外圈刮走，被推掉了，哈哈哈哈啊！老板一个人自言自语，然后选择一首挂机，表示出一副很愤怒的样子，然后来他一首挂机，觉得自己非常的愤怒，嘿，小老板皮。口头谩骂，态度消极，中途挂机。小老板一看就知道故意搞事，并没有人理会他。他摆出一副打得很好的样子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帅。小青年太年轻，把他号封掉，虽然只是一个号，但是要让他知道他的行为是非常可恨的，让他吃了吸取这个教训，以免日后踏上社会被人锤。OK， 不好意思，此号必封，我告诉你，此号必封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我在直播有很多人看，所以知道吧？像这种行为，啊，官方必封。但封他一个号不重要，对吧？你可能封他一个号，他还有第二个号，你封他第二个号，他有第三个号，但是要让他知道他的行为是非常讨厌的啊！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要很严肃，不要让他觉得哎好像很好玩，哎呀你看多好玩啊，对吧？我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我挂机，哎我光荣，那不行。那这个行为是非常可恨的，好吧？